这碟仔是一个宝贝啊！那是讲，那少年人唔知阮这个会，阮特色啊是甲碟仔做伙大汉的，啊碟仔大真紧，啊紧！全世界因为极端性气候，同时从环保的意识，竹子是最有环保的，因为竹子长得快，那它刚才讲。未来这个碳汇碳税，这个竹产品一定会大大非常需要，因为它是最环保的，比其他的环保多了，而且我们还生殖能，这个碳枝这个竹枝竹材，另外一种，啊，那过去的叫政府的政策错误嘛，因为竹子是自然生产，在台湾18万公顷。任其荒废，啊，一路断说转变做卖去嘛，啊，很多是原住民保留地，啊，咱就要补助原住民，噶这个政策，我们应该用这个政策反而是个导引，那应该竹子的竹产业的另外一个端，是台湾竹的品质是高于东南亚嘛，高于其他国家，因为咱有台风，所以咱的竹啊比人会较好嘛。从这几个面向之后，我相信那进口别位的，那都唔免进口啊嘛。啊，咱就互咱家己的生产家己赚啦。啊，所以这些机具咱来补助，通路咱来补助，相关的补助来就紧啊。那政府眼光看不到这，啊，即马多谢林指导，啊，阮农委会集中的内行人啊，金城这大有经验啊，局长。对，做拍拼，啊无，我来参观看有啥物产品，看卖。第二份，它是塑料，不因每年也是比较，袂当全数全数塑料出去，你爱讲比较它还是第二份。所以我一直在推，现在是全世界进行的环保行业，做啥减量。啊，跌啊，全卡，所以我一直感觉时代来啊。啊，这点我就是前年吼，去平壤环境部做迄个德国时候做一个三角锥。哦。啊，我这就是用迄梦中谷去夹，啊，内底吼用一个啊，迄个铁啊，去做一个主结构。